海底风水。十月二七，阿弟家己啊，咱张副局长伫遐做督察长，咱的家己伫公园举办着一场啊风水学讲座，啊风水师啊，当时耶，咱伫工作的时，啊咱局长、副局长咧，甲咱讲迄个所在。迷失的菩萨，失窃的案例，有38%%的，啊60几%的。结果咱迄天底下举办完以后咧，拄啊一个月后咧，就降低来几半。所以我就呼吁讲，咱所有的官员。心怀着大众的安慰，所有官员，咱爱修行，时时念佛，时时关怀大众。这个人伊会糊涂事咧，一定有伊的原因，因为伊心无定，所以才会造成咧，才会糊里糊涂的代志发生。嘛，现在世界一潮流在进步。但是进步太快，恐怖的事情越多，糊涂的人也越多，越多因为一时的好奇，所以他会做出糊里糊涂的事情，恐怖的事情。所以我们国家经政署成立一个防恐怖科，由我们的郭师兄郭振儒科长，他担任这个防恐怖科的科长。这中间来咧，真侪不可说、不可思议的妙法。咱郭科长以后真侪的感想心得咧，咱请大家各位同修郭科长甲各位做一个介绍。师傅，各位师兄师姐，大家好，阿弥陀佛。两年前美国迄个911的事件发生了吼，因为双子星的大楼去哦，恐怖分子甲用飞机甲弄掉以后，全世界较开始有这个恐怖分子这个名词。在咱台湾这中华民国政府在两年前呢，因为世界有这个情形，所以在警政署内底呢，设一个这个国家安全的部分呢，来针对这个恐怖分子呢，来做一款预防的设施。我是本人是在去年9月底吼，顶管叫我去接这个单位，接了以后呢，师是甲我提醒啦吼，叫我为对一方面去掌管吼，去算看嘛嘞吼。转出来了吼，师是。当然是甲解卦，解卦当时到元宵以前呢，会发生。但是呢，大家认真去遐预防呢，应该袂有啥物状况发，较严重个代志发生吼。结果我当时准教师个指示，带内底五六个人去对国家个制度方面认真去甲拍拼吼。当然，阮警政署个署长吼，我是无名无职吼。
带阮即群伫遐咧做这预防的工课。那么到元宵正正这段呢，大家伫媒体拢有看吼，加减啊发生几件，但是这拢算细件，无啥物货。这爆炸案件是一般刑案，是恐怖分子做的。到前几天呢，是去叫我去曝一个卦。伊甲我讲，当时到当时中间呢，应该会发生。不哩个，甲大家偷讲一撮啦吼，因为一再师傅到台东啊，我嘛帮两个卦吼去请示师傅啦。师傅阿公，咱即卖咧研究研究这药吼，将心比心的药，但是伊讲后壁你爱开始练习演药啦。演吼来推演这个演这个演，啊！我大多啊坐伫边啊，师傅讲叫我唔免徛起来。啊！我想想，我坐镜头后边，莫徛起来，好像嘛无啥物道理吼。不哩个，今仔来到遮，我看遮个东海龙江遮个鱼也好，虾也好，菇也好吼，啊，龙也好，各只呢如如不动啦，形予你看，医生。我做这個工作叫做防恐预防的防吼，防恐安全科。那么我看看，我一个体验讲，心若浮，大多师傅讲的，心若浮，当然伊个去做糊涂事。咱心若如如不动，家己的本性现出来伫遐呢，当然社会个太平啊。阿西，我甲各位师兄师姐，咱来探讨这个问题，要安怎让咱的心静落来？用咱所恶的这个业、这个心烦呢，推广出去，哦，咱互咱接受到这有缘的众生呢，大家心拢会当将心比心啦，哇，社会当然个太平啊，无绝对无恐怖的代志会发生，哦，大家啊，各位做一个报告，祝福各位，谢谢，阿弥。各位同修，各位全国的同胞，十方善知识，阿弥陀佛。现在呢，咱伫台东吼秀腰溜的海滨观光区诶，要甲各位介绍着即，咱今日伫东部东海龙宫、东海龙王即、這个大地里。的所在，咱地理的原则呢，左边青龙，后边白虎，后玄武，前朱雀，前有水，看会到，摕会到，摸会到，食会到呢，都是大地理。啊，头前水外爱有碗，头前水外爱有碗，恁看到过，迄、那个敢？绿岛吼，啊！迄个绿岛咧，培养真侪咱台湾民主的斗士、民主斗士出来。啊，咱今日叫这个，民主的政党轮替叫成功。所以，各位一个人，任何一个环境，爱用一个心，清净之心、大爱之心，咱来了解以后咧。对世间事，每个人拢爱拢个赞叹，每个人爱个同情。糊涂的时，咱同情伊；，伊有成就的时，咱爱赞叹。咱袂使哩对有成就的人，以各种方式来个迫害。那安尼呢，已经违背着天地的造化了啦。所以咱今日伫这个所在，小阿你个所在。拄只拢看过遐一个好所在，现在着东海龙宫这个大地里究竟在哪里？啊，后玄武，啊，咱爱有靠山，啊，后壁咧，啊，你看这个一个靠山靠山，啊，咱现在来看后壁天顶的云，天顶的云，你看迄云一条一条咧。就是咱龙
的白牙骨、龙尊骨的山形，天化地，地化自然。哦，所以啊，好、哦，你看，你看，啊，这个呢，咱后山，啊、哦，这个上关，这大金星、大金车，金星头前都爱有水，金车头前爱有明堂，咱头前爱有明堂。啊，明堂出的爱有换最远的地方，咱究竟爱什么方向呢？啊，上远的所在啊，啊，上远的所在，迄个暗，迄暗，一个地理若无暗呢，气都袂收，气都袂爽，气都袂住。所以啊，啊，你在山顶，啊，你的山形，咱看去爱向什么向呢？向对上远的绿岛，中央一个瀑布，哈、哦，一个像笔架的形，一个笔架的形，哇，那像砚台，搁兼印，搁兼如意，迄、那个所在拄啊爱向向对遐个向。那么这个向诶，恁大路街牛看嘛来咧，娘看什么像？啊，什么像？再来龙平，咱来看龙平，左青龙，左青龙呢？咱左手，你看咱一个孙兄啊，两阿婆坐伫遐咧，迄个龙平，龙爱有情，龙爱有情啊，算今日是情人节，啊，恁坐伫遐，哦，这时现，这么爱有情，爱有情。哈、啊，龙爱有情，龙哈，龙蛇咧包到过来，啊，虎蛇咧爱给咱头正边虎蛇，虎蛇咱就较给落啊，好吧？龙虎相当，过来就爱看明堂，啊，爱看明堂头前，咱的头前遮，啊，恁所靠头徛遮有草啊一片，或者明堂。啊，爱有明堂，啊，一代花明堂，二代花穴发现，三代发良心，四代发灭，发这个灭。那么现在发头前发一代的花明堂，咱看出的明堂爱真正真正平和，真正平和。啊，不咱好平呢，头前好平呢。遐嘛一只虎，一只狮，遐石头面顶，咱诶，迄、个师兄面顶在骑狮，诶，骑虎，诶，可能是不是个武松打虎，啊，是不是？啊、哦，遐咧，你虎爱甲骑虎嘿，迄只一个虎，虎咧爱向外出去，虎咧唔是向内，啊，所以虎平虎势爱向外，爱虎虎虎虎，啊，昂龙。左边两阿婆遐咧是红龙、红龙、龙的额头，啊，过来头前的明堂，现在这个咧，好、啊，头前草啊真济，这个咧，恁家孙兄请，好、哦，苦咧来，头前这个苦咧，有、啊，啊，这个苦咧，头前这个干一片的草，这水你看，这一个明堂，一个明堂啊啦，哦，这明堂就是千军万马。明堂就是聚财的米所在，聚财的所在。啊，那左边啊，正边拢石头块，干那头前这片有土呢，啊，这么水，这么这啊，端端正正啊，坐伫这个所在，好人一只打一只喷，哈、啊，伊拢是如如不动，这叫做明堂，明堂头前明堂。现在是爱点黑，黑在哪里？哦，现在各位向左转来，啊，众山皆高，唯我独低。迄、那个山，迄、那个骨，咱看这里叫做，迄、那个骨，哇，迄、那个，这里啊，哈、啊，这叫做骨，恁徛这叫做骨，哈、啊，这个骨龙骨，哈、啊，或者龙蛇、龙沙，啊，恁后边迄边。月经是大学，大学在月经。你看，这边这大片落来，
这大片啊，哦，这大片好势，哦，好势的所在，这大片，良势的所在，遐大片，啊，众山皆高，唯我独低；众山皆低，唯我独高。啊，大家拢足大个，啊，我详细，哦，这里就是这只来，你看这条咩，哈、哦，这条香油，哈、哦，香油，哈、哦，香油只聚气。缩去啊，气已经缩掉了，啊，所以主穴的方向，哈、啊，伫这个所在，啊，这个地理结集起来，啊，那么这地理结集这抓咧，正中你看，哈、啊，整个这里、個、啊，山势，这里、個、形，哈、啊，啊，都要对下这面，这个脉从这里下来，哈、啊，脉直直这里回来，哦、啊，你看咧。啊、你看嘞，哈、啊，这面接落来，这接一个，这接一个，这接一个。那么究竟接到什么所在？啊，这穴都位叫主呢？啊，龙脉、龙脊啊，是都位叫有主起来停住。啊，你看嘞，哈、啊，这来，啊，这边啊，这，哈、啊，啊，你看这里，啊，这里三这面。啊，我来到这来，已经像咱这边好多啊，怎了这边抱过来啊？哈、啊，直接开始你缩过来啊，有没有？你缩过来，表示说这缩到这来的，哈、啊，这里整个哈、啊、这黑的所在，哈、啊，结到你这里回来，哈、啊，结到这里来，啊，你看嘞，好不好？看下这些嘞，真大一黑。一个真大、真大的大地里的穴，啊！你若要去龙江，你会用来遮去？哈、啊！啊，逐天看水哪里破，恁都爱用白啊！啊，这告诉我们啊，这是东海龙王、东海龙江的一个地里，啊，向出去，向着头前，向头前绿岛迄个所在，啊，你看绿岛。绿岛的所在，哦，好、哦，咱向对绿岛，迄、那个渐渐摄影的吼、哦，你甲看咧吼、哦，啊，迄、那個、一个小笔架，啊、哦，向迄个向，啊、哦，向这个向咧，拄甲头前迄边过来，所谓石川，哈、哦，石川咧，迄、那个甲这嘛是完全都向伫迄里去，那么这是一什么向咧？啊、哦，一什么向咧？啊，这里响，恁大楼盘吗？大楼盘，真的要楼盘。啊，这条线，好来，咱这爱的是这条线，这一条线，啊，这条线呢，向对向那边过，啊，啊，子孙呢，你要干嘛哇？啊，这就是出山新向。出山神像，哈、哦、神术，哦，啊，这呢，啊，封山尖，哈、啊，雷走鬼灭，哎，好、啊，咱这，啊，封山尖，啊，咱这里出山地缘龙，地缘龙，未使你兼，未使你兼天。未使兼天，咱会使咧兼人，哈天，哈这里不兼地，地不兼天，啊地咧会用兼人款，所以封山尖加封尽头，啊爱符合着这个地形，这个地势，啊符合着咱这个自然的环境，啊所以才叫做封山尖，啊头前咧你走过咩？啊，头前咧雷滴规满，啊，你走咧头前海，只是一个走大的沼泽，海用得好，就震为雷，迄声音或者雷走规满。那么咱爱天化地，地化自然，啊，自然化心，咱的心要化什么？又要化到自然，回归到自然都等于啊，啊，接着咧啊。啊，出山心向，啊，往咧，往伫七运，往伫七运，现在八运是平运啦，
啊，所以你唔好来遮要去。啊，天恩已经过去啊，好，甲恁讲一个欢喜，哈，啊，这就是讲告示天恩已经过去啊，好，希望各位同学咧，这是一个咱学习，哈，经过，哈，学习一个易经风水这妙法，哈，天华地，地华自然，自然化我们的心，好，今日咧，啊，一只，啊，天气。啊，阿阿妈，哈啊，各位同学咧，哈、啊，请恁咧，哈、啊，等下恁家己看，只家己看，嘿，啊，看看咱休息一下，我们晚上，哈、啊，就要啊去饭店住，明天早上8点，哈、啊，以前一定爱到，哈、啊，8点以前爱到正明小组，咱的禅净易经文教基金会，咱的易经教室要破土。8点开始，哈祈福到9点以前一定爱挡土，因为遐是一海山之乡，海山四乡的时，若是用哦子时来挡土的时，海之凶，哈，迄个违背大自然，哈，所以天法地，地法自然，自然法心，心咱爱个回归到自然，爱个回归到天，啊，回归到大地。这就是咱啊学到啊了解自然啊，叫我多融合大自然。咱的世间嘛是同款，好、啊，咱爱了解大自然的生命法则的时，咱的人生咱会充满着安详，充满着啊光明加幸福。咱谢谢各位，阿弥陀佛。